12月11日清晨，韩国人气男子团体 Stray Kids 因海外行程基于金浦国际机场出发前往日本东京。当天成员们大多妆发精致现身机场，一出现便十分吸引目光。在进入机场过程中，成员们微笑着和粉丝记者点头问候，十分亲民。在入关前，成员们也进行了团体问候，礼貌十足。据悉 Stray Kids 将出席12月12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妈妈颁奖典礼。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韩国报道。